在刚才讲到都是疫情啊，还有灾前的这些准备。那我们灾中假设发生地震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的厂商啊，也研发出现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个避难衣柜，它可以像这样子，在十秒内躲进去里面，而且就可以，因为它是还有这个衣柜的加装，它可以，你看它这么简单的，就是里面是一个专利的内装，然后它可以保护你在地震的时候，房屋倒塌的时候啊，免于这个危害，而且还有留下气阀跟空气门，这个是逃生的，它上下假设你是被困在里面，你只要找到空隙都可以爬出来，这个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民生应用商品。